看在眼中的意思呢，真是看得清楚，看得明白。我来讲到大家都知啦，好难唔知㗎啦，我有一个仔，我有一个女，我有一个老婆。咁呢就我好锡我啲仔女，所以有时啲仔女有啲嘢呢我就好敏感㗎。大家有啲人有用 iPhone 呢， iPhone 呢家係 iPhone X， 係咪呀？ iPhone 11未出呀，仲係 iPhone X。iPhone 1开始出嘅时候呢，我个仔同我讲好多嘢。佢话 iPhone 点样好点样好点样好。猛咁讲呢，做阿爸点会唔知个仔心諗乜嘢呀。所以喺佢发行嗰一日呢，就一早去排队，排队帮佢买咗部 iPhone， 开咗三年嘅计划。咁送个 iPhone 俾个仔。点解攞到返去嘅时候呢，个仔唔肯要。佢话太贵啦咁，但係爹哋开咗啦，咁你用啦，咁话我唔想用 iPhone。咁你又唔问我，我话惊喜㗎嘛。佢爹哋我唔鍾意惊喜。咁我冇扶，佢一路都唔肯要，后来我太太劝佢，阿仔爸爸买咗啦，排咗队啦，要啦咁。咁我仔话得，我要都得，但係爹哋答应承我两件事。我话咩事呢？第一，佢以后圣诞唔好再送礼物俾我。第二，我生日我都唔要礼物啦。你应承我，我就要个 iPhone。我话好，我应承。咁佢就终于收咗个 iPhone。收咗 iPhone 之后呢，佢就讲多样嘢。爹哋呀，我鍾意嘅嘢唔系一定要嘅，我讲下嘅啫。咁我就继续用 iPhone。用 iPhone 之后，我听到新闻讲一样嘢，令我好惊。原来校园有人抢 iPhone。讲咗之后，我就好后悔买咗个 iPhone 俾个仔。咁有一日我个仔翻嚟同我讲，唔系我同佢讲，我阿仔呀，听闻校园有人抢 iPhone， 爹哋好担心你安全喎。咁佢同我讲，爹哋唔使惊。我话点解呢？咁佢攞个 iPhone 出嚟俾我。佢话爹哋你攞住。点解你俾返我啊？唔系，我哋攞住啦。咁我咩事啊？你睇下呢个系咪你买我嘅 iPhone？ 我话系啊。佢话唔系。我话系喎。佢话唔系。我话系喎。佢话唔系。我话你试下开啊，开唔到。原来呢个系 dummy iPhone 嚟嘅。有啲铺头摆啲 dummy iPhone 出嚟咁。原来 dummy iPhone 嚟噶。咁我话咦阿仔你做咩？你个电话咧咁？咁你另外袋咗出嚟喺呢度咯。咁我话你做咩咁啊？佢话我就惊你惊咯。我话咩事啊？咁我话如果有人抢 iPhone 咪俾呢个佢咯。佢都唔知㗎，咁我琴晚先抢咗就走㗎啦嘛，但我真嘅喺呢度㗎嘛，唔驚㗎，冇事㗎，放心啦咁。哇，我同我仔讲话呢个 iPhone 真係好似喎，佢话阿爹哋唔似呀，点会呃到人啊，係咪先，真係好似㗎，大细重量係好似㗎，完全一模一样嘅。你知呢个世界上呢好多假嘅嘢，有假嘅嘢表示有真嘅嘢，有真嘅嘢呢好快就有假嘅嘢。呢个世界好容易鱼目混珠，包括我哋嘅信仰在内。好多嘢呢好似係其实唔係，好似真其实假，好似啱其实错。剛才一路弟兄祈祷都提到，盼望神真係用福音堂。福音呢一样嘢係好宝贵。千祈唔可以混杂其他嘅嘢。一定要保持信仰嘅纯正。真假嘅嘢在世上有，社会中有，教会中都有，所以一定要知道而且要提防。人最惨一样嘢呢就係防不胜防。人最惨一样呢就是无设防，以致好多时呢陷入一个骗局当中都唔知。呢家呃人嘅嘢真係层出不穷，我諗大家如果有睇新聞有听新聞都知道，成日收到人提醒我哋啊呢样嘢唔好信，嗰样唔信，啲人扮嘢扮到好鬼似㗎。真係㗎，我系咩中国乜乜乜部门打嚟㗎。你有好大嘅问题㗎。我打返佢，我话你有好大问题。唔系我好大问题，我唔系好愿意俾啲人呃嘅，真係。哇！啲人真系跟住恶喎，你恶咁啊收线咯，做咩啫？即系我咁得闲同你玩。但系啲人好多人俾人呃咗好多嘢，呃得太多。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一节去到廿二节提醒一样嘢咧，弟兄姊妹，我哋好多嘢要看在眼中。第一章提到话，你要行在光中，你要记在心中。你要行在光中，你要将神嘅真理记在心中。同时呢，你要将唔属于神嘅真理要拒于门外。一个人要健康，唔单止要食有益身心嘅嘢，都要唔好食冇益身心嘅嘢，啱唔啱啊？一方面食补品，一方面食五花腩。啊，对唔住，如果在座有人鍾意食嘅，日日食五花腩，每日六七条 bacon， 肥到不得了嘅，又唔用纸巾索干佢，又煎到佢，哇，好鬼犀利嘅，卜卜脆嘅，死得好快嘅。你要行在光中，一方面要有，一方面要守。一方面要吸，一方面要拒才得嘅，唔可以来者不拒。这个真系我哋要小心嘅。所以当你睇落去嘅时候呢，一定要认识我哋嘅信仰。有一次呢，我喺翻香港嘅时候呢，有个家庭嚟接我，一家三口嚟接我。
咁去机场接我，喺车上一路倾偈，揸咗架 van 仔一路倾偈。咁我呢个人咧就好多事嘅，就好关心啲弟兄姊妹啲教会。我问佢，问嗰个姊妹吓，我话姊妹最近教会点啊？咁佢答我点咧？佢话：哎呀，我唔知啊。最近你屋企点？唔系，我话你嗰、那个屋教会里边嗰、那个工作点啊？咁佢哋教会做紧啲嘢，有啲青年工作。哎呀，佢话我都唔系好清楚啊。咁我问佢：咁啊，你嗰个传道人依家最近点啊？上次听闻佢点点点。哦，佢话我都唔系好知道啊。咁一路再问落去，问咗我未问第四个问题，佢话：哎呀，徐弟兄唔好问我啦。佢话我呢个人都好鬼单纯噶，唔好问我乜都唔知噶。咁我话姊妹，呢、这个唔系叫单纯，呢、这个叫乜都唔知。啊，乜都唔知同单纯系两件事。你唔好以为你乜都唔知好单纯。啲人问你有冇读圣经，知唔知俄巴底亚书讲乜嘢噶？我唔知，我好单纯嘅。嗱，呢啲唔系叫单纯吓，即系讲得唔好听，呢叫懒惰。啊，我信仰好简单嘅啫，我识一句嘅就系、是、三章十六节约翰福音。我呢句背得好熟嘅，其他嘢我唔识嘅。我呢个人好单纯嘅。信徒信主之后，你要装备自己，以致能够行在光中，将神嘅真理记在心中。同时，你要将一啲唔系神嘅真理，你要看在眼中，识得去避。有啲人问我，你点样可以做嘢？因为啲人知道我做好多嘢，我好紧张做嘢嘅。我头先好，我同姊妹都提，我话有时你想做多啲嘢咧，就避免啲麻烦，唔好搞埋好多麻烦嘢。你能够专心啲去做你应该做嘅嘢。当你做咗好多，理咗好多你唔应该做嘅事呢，你就冇时间去做你应该做应该理嘅事。所以一定要将好多嘢看在眼中。咁同大家提三样嘢。看在咩呢？就是一啲假嘅嘢。三件事，假冒嘅危险，第一节到第三节。第二就係假冒嘅结果，第四到第九节。第三就係假冒嘅表现，第十节至到22节。所以如果大家有圣经嘅话呢，我鼓励你打开你嘅圣经呢，睇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一节到22节。我会根据呢个经文同大家嚟到讲呢三方面。第一方面就讲到假冒嘅危险，第一节至到第三节。一至三节话俾我哋听，一开始就讲啦，佢话从前喺百姓当中有假先知起来，将来喺你哋中间都必有假师傅私自引进陷害人嘅异端，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，自取速速嘅灭亡。第一节一开始就讲啦，佢话以前有假先知，今日有假师傅。所以他说我们要小心，我们要小心，从前有假先知，现在有假师傅。提到这些人带给我们的问题是什么？特别你留意到他有一个字很重要，就是必有假师傅。当神透过使徒彼得说必有假师傅，就是告诉你一定有假师傅。既然有假师傅，请你一定要小心，看得清楚，看得明白，懂得分辨。第一节话俾我哋听咧，佢话呢啲人咧，连买佢哋嘅主，佢哋都唔承认。咁有人话呢一班人系咪真系信主嘅咧？买呢个字咧，英文叫 redeem， 即系买赎佢嘅主，佢哋都唔承认。咁系咪佢哋信主咧？嗱，呢度提到咧，主耶稣嘅宝血系可以救万人，但系主耶稣嘅救恩福音系要救一切相信嘅人。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六节咧，佢话耶稣系舍自己做万人嘅赎价。万人嘅赎价，其实系讲 all men 所有人嘅赎价，佢系足以付所有人嘅赎价。第二咧，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九节话咧，为人人尝了死味 ，everyone， 耶稣系为众人而死嘅。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二节话，为普天下 whole world 嘅人做咗挽回祭。耶稣嘅救赎，耶稣嘅宝血系足以拯救所有人。但是是救一切相信的人，不知道大家听不听得明白，他是足以救所有的人，但是救一切相信的人，他是 sufficient for all， 但是 efficient for those who believe。 他说这些人呢，他连买赎已经付了代价的主的救恩他们都不承认，所以后面讲呢，自取速速的灭亡。我们要知道有这些人在里面，有这些人在我们的当中，你唔需要周围望边个系吓，但系会有呢啲人存在教会嘅圈子嘅里边，系有呢啲人存在教会圈子里边。有一次咧，我喺北京讲道啊，喺北京 BICF 嗰度讲道咧，咁国语堂嘅李牧师俾咗篇道我讲咧，就系讲羊圈，就讲到好牧人约翰福音第十章。咁我读嘅时候预备嘅时候谂咧，就里边讲佢话有啲人咧系由门入去嘅，啱唔啱啊？有啲人系点啊？系爬墙入去嘅。咁我一开始我喺度提弟兄姊妹啦。我话请问羊圈里面有乜嘢人呢？
羊圈里面有咩人呢？有好牧人，都有假牧人，啱唔啱啊？有盗贼，有强盗，都有好牧人入咗去。无论你行入去、爬入去，都喺羊圈里面，所以好小心。耶稣都有讲过，喺教会嘅圈子里面，喺基督徒嘅群体当中，我哋有麦子，我哋有杯子嘅。所以有人提醒我哋要懂得去分辨，唔好全部有啲人冠以基督徒嘅名字，唔表示佢真系基督徒。所以要非常清楚，要去小心。但我唔要大家咧，完咗真系好惊吓，大家好防范，同隔篱嗰都费事握手，都唔知你系咪点嘅，可能你系奸嘅，真系。但系个意思，我哋需要能够明白，知道系有咁嘅存在，要心里边有呢个警觉性。要明白是有危险的。第二节有什么危险呢？第二节告诉我们听呢，他说将来将有许多人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，便叫真道因他们的缘故呢被毁谤。你发现这个是很大的伤害。首先他说呢，这些人呢是让人吸引人呢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，于人是有害，他们要陷害人的道的异端。呢啲人做咩事呢？就係、是、对人有损。而将第二次讲到邪淫呢一样嘢呢，唔係指行为上嘅邪淫，而係信仰上嘅邪淫。呢一班人冇忠于自己嘅信仰，呢班人冇忠于神对佢哋嘅启示。佢哋冇做到应该做嘅嘢。佢哋连佢哋嘅主都唔承认，为佢哋死嘅主都唔承认。呢班人嘅行为呢导致咩嘅影响呢？就让呢班人，佢就话既然佢係唔承认真道嘅时候，就会影响人，对人有害。你会发现到第一样嘢呢，就是当我们随从这些教训的时候，人的生命不能够成长，人的生命不能够表现出他应该有的表现。所以第一样的影响呢，就好像分第十章第十节，耶稣说我来是叫人得生命得更丰盛。但如果你不跟从这个好牧人的话，你跟错人的话呢，你就搞不定。有时我们做事都是的。我试过有一次呢，真的被人呃了。唔知有冇人睇个广告，好多年前有一条腰带戴咗呢係可以收肚腩。我真係好纯情㗎，我买一条腰带系咁喺度震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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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咗好耐都冇。我老婆话你震够未呀你。我话差唔多㗎啦，度下都系咁多寸。当你跟咗啲根本唔得嘅嘢，根本冇嗰个果效。当你应该跟嘅唔跟，跟咗啲唔应该跟，当你做咗啲唔应该做，冇做到应该做嘅嘢，嗰个丰盛嘅生命系出唔到嘅。你唔会享受到呢个丰盛嘅人生嘅。所以有时啲人话：哎呀，点解我冇呢样？你冇跟住做啊嘛，你跟错咗啊嘛。所以有时咧，我成日提啲人咧，有时真系唔好贪便宜，点会震震下就搞掂嘅啫？咁容易啊！佢亦啲，我话唔系噶，老婆，你睇啲广告啊，嗰个人开头一嚿，后来六嚿噶。佢话你冇谂过可能调转啦？佢开头六嚿，震震下变咗一嚿都唔定。你又信嘅，真系识得辨别啊嘛，冇咁简单噶嘛。所以好多人就有时信耶稣，我哋信咗耶稣之后话，点解我冇丰盛嘅生命嘅？点解我仲系咁嘅啫？你有冇按照神嘅指示去做先？你有冇按照神所吩咐嘅去行先？你冇做嘅时候，怪唔得我哋唔能够去到一个丰盛嘅境界。第一样嘢，假师傅嘅危险就係让基督徒唔能够活出我哋嘅生命。人唔能够到达一个丰盛嘅状态或者地步。以至好多人见到我哋嘅时候，佢绝对唔羡慕我哋。佢亦都唔欣赏我哋嘅信仰。因为根本你冇呢一种丰盛嘅生命。第二章第二节佢话呢，唔单止咁，而且呢真道会被毁谤。真道会被毁谤。真道呢就是 the way of truth, 就是被毁谤。所以剛才我讲有些人他对基督徒很多时呢，我昨日这两天讲过，很多人他不肯信耶稣，因为基督徒的表现真是很一般。你说信了神的时候真的看不到你有分别，看不到你有改变。以致我们认为你信了的东西其实你心理作用的，其实不是很真实的。昨天我在国语堂讲到呢，讲完到有一位未信的朋友，佢好得意啊！佢坐喺第二行，咁完咗讲道，咁啊同啲人倾偈。咁佢坐喺度咧，一路都冇乜点讲，突然喺度讲句嘢。佢话：你介唔介意我讲啲嘢？希望你哋唔好介意。咁我话好啊，你讲啊。佢话头先你讲道讲得几好，我话多谢你。但系跟住佢讲句咩咧？但系你哋要做得到喎。你明唔明啊？你讲得几好啊？但系你有冇做得到啊？你哋要做得到俾我睇先得噶，系咪啊？你讲嘅嗰度天花龙凤，讲嘅天下无敌，做啊无能为力。你做唔出嚟咁冇意思啊！
咁所以有时真系嘅，当我哋唔去遵从个真道去活出我哋丰盛嘅生命，人哋会觉得你呢个真道唔系真嘅，系假嘅。所以第一样嘢就系、是、第一，信嘅人唔能够到，人不能到神要我哋到嘅地方，到嘅警报、警戒。第二咧，人唔要嚟，因为见到我哋其实唔得嘅，所以佢哋唔想嚟。因此我哋一定要防范呢啲嘅假师傅，防范呢啲唔啱嘅教导，要提防。点解要提防呢？因为下面有讲呢度上第一节有讲系私自引进嚟嘅。有边个人打电话嚟呃你？第一句就话我今日呃你，请你小心听。即系冇人会咁做嘅，系咪啊？梗系扮到好似冇嘢发生嘅，梗系咁样嘅。所以佢要提防，因为你睇唔到嘅。有冇听嗰个字叫糖衣毒药啊？真系嘅，点解好多嘅假师傅，好多嘅异端咧包装得好好嘅，真系嘅。有冇听我琴日唔知同边个倾偈讲开？哇！佢话嗰啲摩门教咧，真系好斯文，着得好正噶，啲恤衫好白噶，同你啲差唔多。真系噶，好市正噶。有人话咧，喺唔知边个地方，每几个街头就见到啲耶证人企喺度，隔篱成堆守望台嘅杂志摆喺度，系咪啊？真系我试过同啲摩门教长老倾偈啦，即系唔系同佢好 friend 啊，即系我同佢讲信仰。我试过一次等佢两个长老一齐嚟噶嘛，有个先道，咁我同佢企喺度倾偈，倾下佢又挂晒牌噶嘛，倾下见到有人行过，佢又嗌，唔系嗌，佢系讲嘢。哦，佢话 God love you， 啊 ，You want to know about God 咁。哇，我企隔篱我都好惊人哋见到我，即系以为我系佢嘅一份子。但我谂下咧，我觉得佢，哇，佢哋真系好勇。嗱，姑勿论佢嘅原因系乜嘢，我好少见到佢喺度企喺街嗰度同人讲，你要唔要信耶稣啊？咁冇嘅，我哋非常之谦卑，非常之隐藏嘅。例如呢啲人嘅时候，佢哋嘅表现咧，好似好热心，但系传嘅唔系真理。所以有时我觉得好得意，有啲人就系咧，有啲假嘅咧传到好似真咁嘅，有啲真嘅啲信到好似假咁嘅。即系点解会咁呢？假嗰啲有啲讲到好似哇，佢哋啲嘢好真嘅，我哋好真嗰啲点解又唔讲咧？甚至好好隐蔽咁样，冇人知道嘅，唔容易。所以嗱，你加拉太书第二章第四节有讲咧，有啲人系偷住引进嚟嘅假弟兄。由大书第四章讲，有人偷着进嚟，佢唔认主嘅，好多人系闪闪下缩闪入嚟嘅。我哋要好小心，有时我哋唔知道。嗱，我唔知道 Edmonton 有冇东方闪电啦吓，咁啊喺多伦多都有，佢哋好多人入到嚟，你真系睇唔出嘅，非常之 nice， 非常之有礼貌，非常之虔诚，唱诗大声过我吓。所以有时你真系睇唔到啲人，所以你一定要防呢啲人。嗱，有两句说话我想提一提咧，就系希望大家。嚟到谂一谂就系、是，有时假嘅嘢咧都有好嘅，真嘅嘢咧有时都有唔好嘅。但系假嘅嘢咧，唔好因为佢嘅好而以为佢系真嘅；而真嘅嘢咧，唔好因为佢嘅唔好咧就以为佢系假嘅。唔知你听唔听得明？有啲假嘅嘢咧，其实佢外表好多嘢咧都真系唔错嘅。好有耐性啊！你咩耶证啲人真系嚟探访，真系嚟探访噶，个个礼拜噶。我哋你叫牧师唔好讲牧师啊！我哋咧，如果你叫弟兄姊妹或者牧者吓，个个礼拜探，佢话过分啲吓、啊，我好忙噶，你知唔知啊？但系耶证啲人就系咁想，系咁想，系咁想，而且佢哋真系好有礼貌，好鬼温柔，而且最犀利就系佢哋好熟圣经嘅。我见过耶证真系啊，上我书室啊，买我哋和合本圣经啊。我唔肯卖俾佢，佢问我点解？佢话佢要探，而且探到好多基督徒，佢用和合本同我哋讲，真系啊！佢攞住和合本嘅中文圣经同我哋讲。啊，我哋基督徒有时咧，我哋圣经佢话你哋好多时啲唔识嘅，所以我要用你哋圣经同你哋讲我哋嘅信仰。你发现呢啲人咧，即系佢哋非常之热心，甚至系好有爱心，好有爱心。我觉得耶证同耶证长老我都有倾啊，即系除咗摩门教之外，嗱我讲明先，我唔属于佢哋噶吓。我同耶证呢种都有倾嘅，佢哋话咧好多基督徒咧点解咁容易接纳我哋咧？第一，好多基督徒真系对教会唔满意噶。第二，好多基督徒真系对信仰唔熟悉，所以我哋好中意探到基督徒。通常我哋最喜欢嘅对象，因为佢哋总系对教会好多意见，对自己信嘅嘢又真系好唔识，所以我哋好容易入手嘅，完全唔使讲有冇神。就可以入到噶啦，哇！所以有时我听到嘅时候咧，我系好难过嘅。我基督徒嗰个 defensive system 去咗边咧？我哋嗰个防御系统好似冇晒嘅，好似冇晒嘅。所以我听我睇有啲弟兄姊妹同我讲咧，佢话教会提升我哋点样面对异端，其实唔系好难嘅。
有魔门隔篱魔门嘅时候咧，就熄灯落闸放狗，就扮屋企冇人吓，千祈唔好放佢入嚟吓，放佢入嚟咧，你真系水洗都唔甩噶，千祈唔好开门，非常危险嘅。唔知有冇听过咁样？希望福音堂唔系咁样搞啦吓，我哋就系开闸锁狗吓，请佢入嚟同佢倾咯吓。点解我哋冇有真理讲唔到嘅？点解佢哋反而咁公然嘅嚟到敲门啊？你明白吗？所以有时真系嘅，所以我哋要认识，要防备呢啲嘅嘢。有啲假嘅，佢好似好热心，好好，好斯文都好，假嘅就系假噶啦。外表点样包装都系假嘅，糖衣毒药就系毒药。一只马骝着衫着得几靓，打埋胎都系马骝。唔会打胎打得靓嘅，我就变咗系人先得噶。我打得唔好就变咗马骝咩？唔系噶嘛。所以我亦都讲咧，真嘅都有唔好嘅地方嘅。其实帮自己讲下嘢。你话我冇软弱咩？我哋冇软弱，我哋会有嘅。但系虽然我哋有软弱，真理唔会因为我哋软弱而变咗唔系真理。真理仍然系真理。当然我梗系盼望我哋唔好软弱啦，唔好犯错啦。明白我讲呢两样嘢咩意思吗？所以要记住呢样，识得去分辨呢啲嘅嘢。所以你话点样能够有样嘢我都提醒就系点样提防咧？你记住真系嗰啲人咧，佢唔会公开讲。你记住一样，我觉得真系假嘅人唔觉得自己假嘅。即系嗰啲异端啊，佢系唔觉得自己假，觉得佢哋系真嘅。佢话我哋先至系假嘅，我哋先系异端，佢哋唔系异端，佢哋系正统嘅。所以明白咧，好多时我哋要小心提防呢啲人，一定要认识我哋嘅信仰。我试过有一次咧，我去中国去培训咧，去到温州之后咧，就因为嗰阵时都好紧张嘅，嗰阵时系1990年初啦，都算系紧张。咁我哋去到个地方咧，咁打电话俾个教会，就同佢讲我哋递咗啦。对方就好得意，我都觉得佢讲啲嘢咧好离奇嘅。突然间问啲咩咧？佢问一句嘢，佢话：徐弟兄，你哋系咪奉主命来噶？咁我就谂一谂，我都唔知点答佢。我系咪奉主命嚟嘅咧？咁我谂下咩意思咧？咁后来我跟我一齐嗰个牧师叫陈牧师，咁佢又答，佢话：系啊系啊，我哋系奉主命嚟噶。咁佢话：咁得啦，咁得啦，我哋同你安排啦。咁我收咗线之后，我谂下有冇儿戏啲啊？你明咩意思啊？我话系就系噶啦。我话中就中㗎喇，我话奸就奸㗎喇。你问多几句㗎嘛。咁你话我系奉主命来，就系奉主命来，唔一定奉主命来㗎嘛。我话传福音你就信我㗎，传福音㗎喇。我搞到好似你好多怀疑喎，一阵间。即系我有时做人呢唔好咁简单。有时要有个警觉性。所以你见咩耶稣话我返嚟之前有一样成日讲系咩，你哋要警醒，你哋要警醒，你哋要警醒。马太福音24章提我哋咩，佢话我嚟之前会有假师傅，会有假先知，会有假弟兄，会有假基督。耶稣讲得咁清楚，点解我哋唔警醒，好似觉得冇呢啲嘢存在嘅啫。所以我哋要小心啲，好好装备自己，认识我哋所信。所以第一章又提到你要记在心中，知你所信嘅系乜嘢。有次我喺南京做培训，入到去火车站，火车落咗，即系落咗站嘅时候，落咗车嘅时候，有个弟兄嚟接我。佢徐弟兄今次唔做得培训。我话点解？因为你啱啱有啲异端出咗嚟，斩咗啲公安嘅手啊，所以全部 ban 晒，全部禁晒，所有活动要停晒。跟住佢同我坐低喺火车站倾偈，佢话：你知呢间我哋呢间咧有几个异端新兴噶？我话紧佢哋嘅特征系点点点，一路讲，讲咗唔够20分钟，我冇乜耐性去听，因为啲异端真系古灵精怪嘅，你知唔知啊？嗱，有冇听过叫冷水教啊？唔系叫你冲凉用冻水啊！冷水教佢真系好多读圣经读到水你就停噶啦，有病就识住又饮冻水就得噶啦，都唔知咩教义嚟嘅。但系啲人又信，咁佢猛咁同我讲呢啲教啊，灵灵教啊，冷水教啊，避立王啊，三班工人啊，好鬼多教噶，好多牌子嘅，一路喺度讲，讲到我唔系好耐烦。我话弟兄唔使讲啦，佢话点解唔讲？我想你知道下啲异端啊嘛。我话我唔使知道异端嘅。咁啊，点解噶？我知我信乜咪得咯，系咪先？我使乜知道咁多嘅异端佢信乜啫？我知自己信乜，我咪知乜嘢系啱，乜嘢系假噶咯。你接飞机，人哋话你识唔识接嗰、那个？你接嗰个人啦，你未见过噶。你话我听啦，佢咁等我识得去接佢啦。我讲俾你听啊，嗱，佢冇戴眼镜嘅。我讲俾你听咧，佢有头发嘅。咁我点会知嘅啫？系咪？你讲啲嘢要清楚，我要知道啊嘛。你唔同埋有时你要知，你唔好讲佢冇乜嘢，你佢有乜嘢啊嘛？系嘛？你唔好话啊，佢咧就唔系6尺3寸，亦都唔系7尺2寸，更加唔系4尺6寸。咁样几多寸？你话俾我听啊嘛？系咪？你讲咁多唔系，你唔话啲乜嘢系？咁我点样去分辨啫？有啲人咧对好多异端好有兴趣嘅，
话嗰啲咩功咩功咩功，好想研究研究好多，但系自己嗰个就唔研究。咁你唔知道自己信乜，点去分辨啫？所以弟兄姊妹咧，其实我有时我一次喺教会讲到咧，系讲读经又系讲读经。讲完之后咧，我第一个礼拜去讲，讲完之后咧，我话你哋翻去做功课，我系好中意叫人做功课嘅。咁啊，再过一日翻去再讲，冇人做功课。佢哋点讲咧？徐弟兄啊，我哋叫你嚟讲下嘅啫，我冇叫你俾功课我哋做嘅，你做多咗。咁就我谂都十几年前啦，到呢家都冇再请我，因为原来我叫人做功课。佢话好辛苦，仲喺度听下啫嘛，呢咁认真嘅咁。后来我最后走嗰阵时，我讲句说话，可能呢句说话得罪咗佢哋。我话你知唔知好多时教会弟兄姊妹嘅问题系乜嘢咧？一个字就系懒。如果我讲中咗，唔好意思吓，就系懒，乜嘢都要简而精，最好快而准。我真系试过啲同我咁讲嘅，嗱你讲到唔好咁长啊，十五廿分钟好噶啦。啊，佢系西人教会，佢话啊 short and sweet， 食咕噜肉咩呢家？你明咩 short and sweet 啫？我话讲道啊嘛呢家，系咪啊？唔好讲到咁深啊，唔好讲到咁难啊，唔好要求啊，冇要求嘅道我哋中意听噶，有要求嘅道你唔好讲添啊。咁你点样分辨啫？所以有时我哋面对异端咧，束手无策，举手投降。山门落闸就系咁多啦。我同摩门教同耶和华见证人交手过好多好多次，佢哋好有训练，好有规矩。有一次我甚至同一个即系中国人嘅长老啊，同佢倾，我成日话其实我一路咁倾咧，其实好多你答我唔到嘅，咁你点咧咁？我翻去再问，我再翻嚟再讲咯。佢哋通常有个定嘅，每一次一个钟头，咁然之后讲几多次之后，佢哋就唔会再嚟，就觉得我呢个人冇得救噶啦。其实倾到最后咧，都系解经嘅问题。都是解经的问题，所以大家要学习，要学习。我们要分辨，为什么？因为有假的嘛。而且不单止这样，还有些人，很多人被蒙骗。第二章讲什么呢？他说有许多人随从他们。我不知道有没有试过见到人离开教会，见到人去了异端，有时个心很猛的。你猛什么呢？你之前又不做事，走了之后才猛，没用的。没用的。所以我们要提防认识他们，也要保护我们自己，保护我们自己。你如果你见过耶正佢哋摆嗰啲杂志架咧，你如果留心睇下，埋去睇下咧，佢哋嘅封面系好吸引嘅，啲标题啊，知唔知啊？甚至我试过睇里边嘅内容咧，其实写得几好嘅，但系又掺杂咗一啲佢哋自己嘢喺里边，系捞埋喺一齐喺里边。你一睇嘅时候，哇，真系几好啊！呢个题目啊，好似同我哋一样嘅，其实唔系一样的，所以要识得去分辨。另一样要提就是第三节有讲一样嘢，佢话你要知道呢啲人，佢话因为有贪心，用捏造嘅言语喺你哋身上取利，佢哋嘅利，佢哋刑罚自古以来并不前移，佢哋嘅灭亡也必速速来到。嗱呢度彼得提醒我哋，有呢啲人存在，我哋要小心，因为如果呢啲人你唔警醒嘅话咧，基督徒人不能到，人不要来，影响我哋信徒嘅生命唔能够成长，人唔愿意嚟到神嘅面前。你话呢啲人咧，佢哋嘅动机、佢哋嘅方法、佢哋嘅结局，动机佢哋系出于贪心，方法系捏造，结果佢哋系灭亡。有时见到人俾人呃嘅时候，我哋好嬲嘅。嗱，我都有个同学，好好嘅同学咧，都去咗耶正。哇，我有时真系好辛苦嘅，同佢讲咧，点样讲佢都唔听，系我好好嘅朋友。我哋有时甚至好灰心，但系呢度有一个应许话咧，其实神会审判佢哋，并不迟疑，而且会速速来到。提醒我哋就系话咧，唔使灰心。呢啲嘅异端会呃到人，但系呃唔到神，神嘅审判会到嘅。所以第一节至第三节提醒我哋咧，就系既然有假嘅师傅，既然神话咗有，你唔好当佢讲冇噶嘛。所以你唔好唔学习啊，唔好唔学习，唔好懒啊，唔好无知要提防，唔好灰心要小心。好多信徒信咗就算噶啦，乜嘢都唔追求，其实系好危险嘅。所以唔好无知要提防，唔好灰心要小心。第二样要讲就系假冒嘅结果。假冒如果第四至第九节呢个系一个好长嘅一句说话，话俾我哋听咧，佢继续由第三节讲话佢哋呢啲人会速速嘅灭亡，跟住讲落去第四节开始咧就讲到佢话就系天使犯了罪。其实英文有个字叫 for， 或者系用 if for 呢啲天使犯咗罪，神都冇宽恕。讲咗三个例子，头先读经有冇读到咧？提到天使。提到洪水，提到所多玛、俄摩拉，啱唔啱啊？意思系无论系天上地下嘅，无论系整个世界，无论一个地方，
神都会审判，神必审问嘅。审判有两方面嘅，一个咧就有好嘅，一个系坏嘅。审判唔系一定衰嘅。审判嘅时候，神会将需要受审判、受刑罚嘅人，佢哋会受到多得嘅刑罚。而我哋愿意持守信主嘅人，会得到神俾我哋所预备嘅。所以审判嘅时候，恶人会有报应，好人会得到神嘅应许。所以有时见到呢啲异端嘅时候咧，我哋有时会好怒气，但系记住神嘅审判系会到嘅。我哋要持定我哋嘅信仰，唔好灰心。我自己喺香港嘅时候，唔系喺香港，喺多伦多嘅时候咧，我都有时会睇一啲嘅电视剧。不过我讲呢啲系好耐之前，因为系好耐之前嘅电视剧，就系叫做《包青天》。中唔中意睇噶？我几中意睇嘅，我唔会幻想我系包青天，不过我好中意睇，因为真系几好睇。咁啊，特别嗰个国语版我系好中意。咁我记得有时我同我太太一齐睇咧，有时睇包青天咧系睇到好辛苦，我都唔明嘅编剧点解咁样编嘅。恶人成个举例讲一个钟头咧，佢衰成五十几分钟，一路害人害几啊，害五十几分钟，最后得几分钟就佢被判斩咗，系咁多。我睇呢个电视剧睇痛苦几十分钟，痛快得嗰几分钟。我有次同我睇包青天睇到个地步咧，讲嗰、那个即系嗰啲恶霸咧，虾个寡妇同个仔咁样咧，虾到好绝嘅，冇乜人性嘅，真系逼到佢系冇路走嘅，跟住就去上诉去包周青天。后来我一路睇一路发，哇！佢真系好过分啊！包青天又唔出现，又唔嚟，一路系咁睇佢虾虾虾，哇！就完啦，仲唔嚟，真系好怒气。跟住睇到我忍唔住，我同老婆讲熄机，我唔可以再睇，再睇我心脏病，我呕血，我吐血而死嘅。我老婆话唔识得，我话点解唔识得？佢话包青天就到，你等下啦，唔好咁怒气啦，总会到噶。弟兄姊妹，你要信一样嘢啦，我哋要持守我哋嘅信仰。有时见到好多呢啲事情发生嘅时候，要明白咧，神系会审判嘅，神必审问嘅。你发现呢度提到有挪亚啱唔啱啊？呢度提到挪亚喺度起方舟，人喺度讥笑，人喺度笑佢，但系挪亚一家继续喺度做，继续喺度，直至将来洪水到。挪亚全家得救，有句说话我哋识讲嘅就系、是、人在做点啊，天在看；人在笑，神在看。神会审判嘅，呢啲恶人会灭亡，我哋会得拯救嘅。所以有时咧传福音，我话俾你听唔容易嘅。我头先食早餐同弟兄姊妹分享，我试过传福音真系俾人追住嚟打嘅，你知唔知？真系试过，不过试过一次啫。哇，真系吓死我！去个公园度传福音，个人报道行埋去，又知道佢个中国即系大陆嚟嘅人，咁啊讲普通话啦。嗰阵时普通话唔系好正啦，一开始就讲神爱世人啦，同佢讲神爱私隐，神爱私隐咁。哇！佢突然之间咧，佢以为听咗话神爱死人，神爱死人喎。咁啊真系佢坐喺草地度起身追住我嚟打，哇！我走都走唔切，好彩我走得快啊！真系我传福音啫，唔使咁啊。有时你知唔知啊？讲真理有时系会黑人憎嘅。是不容易讲真理，讲真相啊，是不容易的。但你要持守这样东西，你要记住呢，神是会审判，这个审判是对我们所作的，神的应许是会临到的，神会审判我们是会得救的。第四节话呢，他说其实，他说如果这些人都这样的时候，所以你要知道呢，神是不会放过这些假师傅、假先知的。第一节第一话给我们听，不要无知要提防，不要灰心要小心。第二句说话四至九节就是不要放弃要持守，不要担心要等候，不要担心要等候。基督徒要小心，基督徒要忠心。昨天我讲就是基督徒有志气有勇气，不要小气，不要泄气。今天讲就基督徒我们要小心，不要防不胜防，不要不设防。第二呢，我们要忠心要持守。第一要提防要小心，第二要持守要忠心。第三最后一段呢，十至二节就讲到假冒嘅表现。假冒嘅表现，佢同呢啲人呢，佢哋好，佢哋有一个嘅方法，佢哋处事就係毁谤。毁谤咩意思呢？就係假嘅当真，真嘅当假。大家听过香港一句名句系乜嘢？真嘅假不了，假嘅真不了，系咪？但佢哋就係将假嘅当真，真嘅当假。第三节讲到毁谤，第十节讲到毁谤，十二节讲到毁谤，十八节讲到大话。咩意思呢？呢班人就係喺度捏造一啲嘅嘢叫人相信。我发现呢，有啲嘅唔正確道理，有时讲嘅人呢讲得好似好有道理。
但是好似好有道理，唔表示有道理。啊，我唔知大家 Edmonton 唔知有冇啦，多伦多有嘅。我哋嗰阵时提出咗一夫一妻、一生一世、一男一女嘅时候，当时亦都系好多喺度嘈紧有关同性婚姻嘅问题，要立法。咁我哋教牧同工开个记者招待会，咁好多人就讲好多嘅嘢，即系两边唔同嘅睇法。咁其实另一边佢哋讲嘢咧，就讲到好多人权啊、公平啊、尊重啊，讲好多嘢，接纳啊、包容啊，讲到好似好有道理。点知讲下突然间有个弟兄咧，姓陈嘅呢个弟兄坐喺度咧，突然间举拉出一张纸，我睇咗之后我都会心微笑，写四个字叫做岂有此理。我呢个弟兄，我呢几个字都几有意思喎。即系当啲人喺度present，哇！我哋要尊重人权，各人有佢嘅选择，我哋要尊重人嘅自由。一大堆讲好多好多嘅嘢，咁佢拉咗四个字，岂有此理。有时啲嘢咧，好似好有道，甚至有啲人讲嘢系好有口才。我听过，有时我电视都有时播到一啲咧，系似是而非嘅道理，甚至系错误嘅道理。哇！嗰啲人讲嘢咧，我话俾你听咧，我学唔到啊！哇！真系好有台风嘅，你知唔知啊？即系咁样行啦，即系我学唔到，对唔住，做唔到。哇！啲发型又好靓嘅，即系立得好靓嘅，咁着啲西装，条呔又打得好靓嘅，恤衫又好白嘅。我呢件恤衫着咗三日啦，已经系好有台风噶。咁个背景啊，环境冚冷都好好嘅。头先我讲过，无论着得几靓嘅衣服，如果系马骝就系马骝，口才几好，口齿伶俐，仪态万千，无论点都好，如果系唔啱嘅嘢就唔啱。我哋要提防，点解呢？因为真理系真理，改改嘅真理就唔系真理。水煮到100度会滚就100度，唔系90度，唔系50度。所以第一章提醒我哋要记住，要记在心中。耶稣讲嘅说话就系话：不要怕，只要信，唔受骗，你就要问。神冇话唔俾你问，你要认识。嗱，下边我做一讲一样就系咧，假嘅道理加以温柔嘅语气。加以真诚的态度，不可以使这些东西变成真的。假的道理很温柔地讲出来，很真诚地讲出来，不会变成真的。但我试一下讲，就是我试一下，因为我不是很懂温柔，又不是很懂真诚，真的死了，很怕你不要望着我，你们。譬如我说弟兄姊妹，今天很高兴在你们中间，我很想跟大家讲一件事。其实我这个人呢，活到今日呢，其实虽然我吃好多东西，但是其实我只是100磅的。笑什么啫？不信吗？我讲得这么温柔你都不信。你明白我什么意思吗？即是有时人真的讲东西真的口齿伶俐，态度诚恳，汗流浃背，哇，讲到真的很真诚的。但是讲这些是错的嘛，你就不要当以为真啦。你个大声就啱噶啦！有次有个笑话，讲个讲员咧讲到咧，准备得唔够啊，唔系好有把握，喺度写几个字，唔系好有把握，请讲大声啲，大声啲就啱噶啦咩？我常同啲人讲咧，唔系话有冇礼貌，如果呢样嘢系错就系错，系假就系假，姑勿论佢点样，甚至乜嘢背景都好。嗱，保罗讲得，我好欣赏保罗呢个人，加拉太书第一章，佢话别嘅福音，佢话就算天上嘅使者。就算是我来到，如果我讲别的福音，他怎样讲啊？都要受咒诅，意思是你都要拒绝，都要摒弃。我姑勿论他有什么过去的名誉地位，我姑勿论他有什么身份，我姑勿论他怎样都好。但如果他是假的，就是假，我就不接受。我就不接受。有时我都很怒气的。有时去教会讲到呢，劝啲人，弟兄姊妹，你们要读经。好好读经，定时定点，随时随地，有空有时，不忘不弃，是我星期五讲嗰啲嘢。你哋好好读经，好好读经，啲人唔记得噶喎。换咗另一个人嚟咧，死啊！我咁样讲好小心，即系换咗另一个人嚟咧，佢话弟兄姊妹读经，哇，系啊，要读经啊。咁有时问啲弟兄姊妹喺我自己教会，点解佢讲你哋听，我讲你唔听咧？佢话你唔同佢啊嘛，佢有身份有地位啊嘛。你是边个啫？咁我话咩意思？原来道理系同身份有关嘅咩？我话我真系好奇怪，点解道理同身份有关噶？有时我唔明嘅，有些人讲啲嘢咧，即系一模一样，但系因为系佢就唔同。所以保罗讲得好好，唔好在乎乜嘢，天上嘅使者都好，地上嘅人都好，无论佢点样都好，甚至好似我作为一个使徒，如果我讲嘢唔啱嘅时候，你哋就唔好接受，你哋就要摒弃。
我同大家讲，教会要成长，教会要守得住，一定要好辨别，一定要好警醒，要好小心。我昨天在个月堂都有讲的，任何人突然之间同你讲，我同你讲呢啲道理系从来冇人讲过，我同你讲你最好唔好听，系嘛？从来冇人讲过，二千年来冇人讲过，我今日讲俾你听。最近神俾我启示，咁你更加唔好听添，真係好驚㗎呢啲嘢。所以我试过喺香港呢，有人同我讲，有佢哋去咗马来西亚呢，撞到一个咩牧师，咁同佢哋讲一啲嘢，咁我听完之后我话好有问题。咁我问点解你哋去揾佢啫，因为人哋话佢好犀利㗎，佢收好多徒弟㗎，所以我哋去拜访佢，好似拜嗰个白龙王咁样，即係去拜访佢。哇，咁我提咗一样嘢，我话你哋最好唔好咁好奇啦。你咁好奇做乜啫？你鍾意新鲜，你咪去游乐场玩囉。係咪道理呢啲嘢唔玩得㗎，你知唔知啊？要好严谨先得㗎。所以其实呢一样嘢要好小心，好小心。有啲嗱，我想提一提呢，即係我要澄清一样嘅，就係有头先我提就係话，唔係叫你怀疑教会里面嘅人。但有时呢係会有人会渗入嚟嘅。你要拒绝，教会要把关，要守望。有时唔係个人入嚟，係啲道理传入嚟。你知唔知网上疯传係好容易嘅。成日啲人传啲道呢，周围传周围传。我试过最近有人传一篇道俾我，佢话某某宗派咁样喎、咁。后来我问一问嘅时候，佢话唔系咁样，系嗰个人去听一个英文嘅 talk 听错咗，然之后就周围讲嗰个宗派变咗啦咁。我话你唔好咁样乱咁信啲嘢啦，网上疯传好多嘢㗎。所以有时我同啲人讲唔好咁好奇，唔好咁好奇，你要保护你自己。嗱，下面有提到啦，假冒嘅人有两个特点，第一有毁谤嘅话，第二就是止不住的行为，他们是止不住的，一路这样讲，越讲越多，引诱的人越来越多，罪亦都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，是不会停的，异端是不会停的，直至主耶稣回来，贪心是无止境的。所以当有错不能够不纠正，有罪不能够不处理。我常常提一样东西，包容不是纵容，我们不是心胸窄，我们是谨守而已。我唔系心胸唔够阔，我只系持守唔放松。点解要提防呢？因为呢啲嘢你唔提防呢，佢系不止，系唔会停止嘅。一个贪字。所以错呢一定要处理，因为佢会唔会停嘅，要处理。如果唔系呢，佢会越嚟越过分嘅。呢度提到话有啲人话呢，佢话你哋同埋佢哋14至18节话佢会引诱一啲嘅人。引诱啲咩人呢？佢话心唔坚固嘅，或者啱啱脱离妄恨嘅人。所以有时我哋需要装备信徒，弟兄姊妹信咗耶稣呢，唔好唔追求，要装备。有时教会安排聚会，我唔系怨你哋星期五冇嚟，星期六冇嚟嗰啲人，千祈唔系，唔好对号入座。有时教会有安排你去得嘅话，去学习，去学习，去学习，装备自己，以致能够为教会把关，能够为教会把关。二十节呢嗰度讲呢，二十节有句说话好难解释嘅。他说倘若他们因为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，后来又在其中被缠住制服，他们幕后境况比先前更不好，他们晓得异路，竟然背弃了传给他们的圣命，倒不如不传，不晓得为妙。俗语说得真不错，狗所吐的他转过来又吃，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乜嘢啊？去滚啊？是不是真定假的？去碌啦，什么都好了。咁呢个话呢喺佢哋身上呢系合适嘅。嗱，系咪真系呢班人信主呢？第一呢，二十节一讲就系倘若佢哋系一个假设。佢如果佢哋咁嘅话呢，然之后又返以前咁样嘅时候呢，佢比以前更加唔好。佢21节就好清楚讲啦，佢哋晓得异路，但系既然背弃咗，佢哋知嘅但系佢哋唔听。其实佢话咁样呢比唔知仲好。即系好似啲人话我有药俾你食。冇药俾你食冇得讲，有药俾你食你唔食，咁咪真係仲衰。所以呢班人就係咁，佢係坚持佢唔肯接受呢个可以买赎佢哋嘅主，佢坚决要拒绝神嗰个真理。所以当你睇嘅时候呢，嗰句话俗语说得好，其实亦都有用箴言有句说话咁样讲，箴言26章11节就係讲到呢个狗会食佢吐返出嚟嘅嘢。其实呢个系乜嘢？系讲到生命嘅本质。佢本身系咁样嘅人，所以佢会咁样做，唔系软弱嘅问题，而系生命嘅问题。头先我讲过咧，有啲好嘅佢都有唔完全嘅地方。加拉太第6章第1节话咧，我哋有时会软弱所成。嗱，
软弱同冇生命系两件事，系两件事。所以呢班嘅人咧系根本冇生命嘅，系冇生命嘅。咁到底彼得做乜嘢？就系提醒我哋咧，佢话呢啲人喺度毁谤又止唔住，所以我哋必须要点咧？我哋要守望，要谨慎，我哋要小心，要忠心，仲要用心，用心去讲我哋所信嘅，唔好唔讲。有时基督徒好惨就系咧，就系冇嘢讲嘅，唔系唔想讲，唔识讲嘅。唔系唔想讲，系惊讲错，所以索性唔讲嘅。我试过有人真系噶，同啲弟兄、同啲朋友传福音啦，咁讲啊讲唔到啦，佢点做咧？佢话我哋教会九月有布道会啊，你到时嚟听啊。嗰阵时先一月，嗱一月至九月，千祈唔好发生咩事吓，唔好走得太快，系等到九月布道会嚟噶啦，你嚟听。但系自己唔识讲，自己唔识讲。我记得我最初我喺做中国大陆事工嘅时候咧，我就喺多伦多大学嘅毕业生宿舍咧去探访，探访大陆家庭。走到大陆家庭嘅时候咧，我记得逐家逐户敲门，好多大陆嘅博士生、博士后喺嗰度。咁我记得探到一家咧入去咧，就印象好深嘅，因为佢喺屋企大厅咧插咗支五星红旗，非常爱国嘅。入到去我都好惊，我睇下仲有冇毛泽东张相先咁都系。咁啊同佢倾完偈咧，咁倾咗一阵啫，倾咗冇几耐，佢就话：哎呀，你哋又嚟啦！咁我话我冇嚟过，你哋嚟过，我话我冇嚟过。佢话嚟过，仲俾一啲嘢我睇添，我话我冇俾你睇啊。佢话攞俾你睇啊，咁攞俾我睇啦。是守望台。他说你一早就来探了我们啦，咁我是呀，守望台，我告诉你异端是假的。咁讲完之后呢，对方又可能啲人真係好直率啦，咁马上就讲个说话，听完之后呢我就觉得好难受。佢点讲呢？我话守望台耶和华见证人假的，呢啲唔系真嘅，啲异端嚟㗎，呢啲唔啱嘅。佢讲咩呢？佢话点解假嘅嚟得咁快，真嘅咁迟嘅呢？是不是啊？我嚟咗呢度读书年几啦，佢哋探咗我好多次，点解你哋唔嚟探嘅？你哋去咗边啫？你哋，你明唔明啊？我哋唔好匿埋喺教会嗰度啊！当然唱诗唔系唔好吓，唔好就喺教会里边敬拜啊！哇，享受啊！哇，真系好好听，好感动啊！咁外边啲人唔使理噶啦，你话人哋假嘅，又闩门又落闸，咁你自己点解唔会开闸唔开门啫？你话人哋摸你嘅门唔啱，你又唔摸佢嘅门，系咪先？你话耶正耶正嗰啲正嗰啲嘢唔啱，咁你正嗰啲啱嘅，你又唔去正下？是吧？对不住，如果我闹了一些人，你明白我什么意思啊？福音堂你要传福音啊嘛。福音堂不传福音还是福音堂咩？哎呀死了，黄牧师在哪里？你明白我什么意思嘛？所以你要小心，不要不辨是非，什么都照单全收。总之他说奉主命令，我是基督徒就信了。做人不要那么简单，做人其实应该单纯，不过不要那么简单。又不是叫你样样防范。徐弟兄都咩真定假嘅，糖衣毒药唔顶嘅，迟早暴露，我等你睇你几时暴露，又唔系叫你咁样做。第一要小心，第二要咩？要忠心，第三要用心。既然我哋信嘅系真，点解？其实头先我讲嘅说话，唔知你有冇记唔记得？就系点解假嘅传到咁真？点解真嘅好似活得咁假嘅？我话郭玉堂嗰个女士讲嘅嘢冇道理咩？我唔明点解佢咁样呢句说话。佢话你讲得几好，希望你哋做得到。佢真系咁样同我讲嘅。佢讲嘅时候，我心里面谂咩啊？系咪我哋做唔到咧？哇！你哋道理讲得好好啊，但系你哋要做得到俾我哋睇啊，做俾我哋睇先得噶。弟兄姊妹，我好欣赏起北京有句说话讲咧，佢话我哋聚集为咗分散，装备为咗承担。今日聚集喺度听嘅呢篇道，请你出去，请你去小心，请你忠心，请你用心。主耶稣会翻嚟嘅，翻嚟之前你要为神打仗，守住我哋嘅教会，守住我哋嘅真理。既然你信嘅系真嘅，点解你唔讲啫？琴日冇嚟嗰啲人冇听我讲一样，就系，对唔住，有讲呢样嘢。Amazon.com 嗰个叫咩？嗰个Instant Pot 啊，系咪啊 ？Six Quart 嘅$78。咁开头有人同我讲，哇，减咗好多，我就先问真定假噶。真㗎啦，梗係唔真，我咁得闲同你讲啦。所以好多人都知，原来连 Edmonton 啲人都知喎。哇，好平啊，你哋唔知咩？$78，好似唔知 7-in-1 咁嗰啲咁嘅。哇，周围讲到好犀利，真嘅，所以周围都讲㗎嘛。你哋啲嘢咁真嘅，点解冇人出去讲嘅？係好真嘅，不过我唔话你知。咁呢啲咩人嚟嘅呢？唔係好有问题咩？所以盼望大家睇呢样，因为你要明白一样嘢好重要，就係既然我哋系真嘅，我哋需要出去讲。第三句说话是什么呢？就是不要沉默，要全讲，不要死心，要保护。
三点希望你记住，看在眼中。第一句，不要无知，要提防；不要灰心，要小心；不要放弃，要持守；不要担心，要等候；不要沉默，要传讲；不要死心，要保护。三个心，小心、忠心、用心。应该做乜嘢呢？我哋要真係行在光中，要记在心中，要看在眼中。在教会中，唔好淨係追求做一种星期日嘅基督徒。要做一个係 724, 啱唔啱？有冇讲错 ?724 嘅基督徒。有冇听过一种叫 CEO 嘅基督徒，就係 Christmas and Easter only。圣诞见到佢，复活节见到佢，复活节之后就死咗㗎喇。到圣诞就出生。唔好做咁嘅基督徒，真係积极啲返嚟参与教会嘅学习，参与教会嘅使命，彼此关心，互相守望，生命祝福生命。呢个係神嘅心意。所以伯特，但我觉得真係觉得神带你哋嚟到教会当中，观无论边一间教会，神好大嘅恩典。神俾你能够认识佢，相信佢，有永生嘅确据，係一个好大嘅恩典。临后六章第一节话呢，唔好辜负神嘅恩典，要与神同工。请你哋离开呢个教会，离开呢个门，聚集为咗分散，装备为咗承担。身边嘅亲友需要我哋将真理话俾佢听，为教会守望，为教会外展，呢个系神嘅心意。看在眼中唔单止系异端假师傅，看在眼中都要睇到呢段经文里面神嘅心意。神提醒我哋，请你小心；神提醒我哋，请你忠心。佢会翻嚟审判，神提醒我哋，你要用心去讲，系需要讲。呢个系神俾我哋嘅使命。福音堂嘅弟兄姊妹，可唔可以承担呢个使命？肯唔肯承担呢个使命？付出你嘅代价，摆上你嘅时间。我真系盼望咧，我再翻嚟睇嘅时候，嗱，我今次冇问啊，有冇人第一次见我？我盼望真系有好多人未见过我。明白咩意思啊？唔系我变咗，系你哋有新人，明白吗？唔好我翻嚟，大家见过我未啊？全部都举晒手，真系冇新人咯，系咪啊？我哋非常稳定咯，保持不变咯，系咪啊？人入又人出唔到咁样咯，咁唔好嘅。盼望福音堂有成长，不断一个活水嘅江河，不断嘅有新人嚟，不断有新人进入。好，我哋一齐祈祷吓，天父，我哋求主你帮助我哋，当我哋明白主耶稣所讲嘅。使徒彼得所讲嘅，使徒保罗所讲嘅，提醒我哋真係有假师傅，有假先知喺度搅扰，喺度混杂嘅时候，俾我哋有警醒嘅心，要小心。又帮助我哋唔好灰心，我哋要忠心继续持守我哋嘅信仰，更加帮助我哋用心嘅去讲真嘅道理，真理系要讲，但系讲之前需要学习，俾我哋用心嘅去学习，帮助我哋弟兄姊妹喺你面前真系忠于所托，让福音堂真系一个福音嘅出口。一个福音为福音把关的一个教会，多谢主耶稣使用我们众人在亲友当中传扬你的福音，听我们祈祷，奉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